家这个双座啊，就是驾副座，就是或者是半驾副座也可以。然后第二法的话呢，就是你这个娘叔呢坐这个灯椅，就是坐灯椅的时候呢，应该就是右手在上面，左手在下面，就是然后两个拇指呢接住，放在这个膝下。第三个呢，就是整个这个脊椎的话呢，就是正直啊，就不能呢就是弯弯曲曲啊，应该也并不能呢就是往这个后仰。然后第四个的话呢，就是这个颈部啊，就是、稍微就是往前俯啊，就是也不能就是往后，也不能就是左右都这个歪，就是应该往稍微呢就是往前俯。然后第五个的话呢，就是肩臂的话呢，就是后胀，就是或者说是竖胀。第六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双目呢直视鼻尖。第七个呢，就是舌头地上上来，你要入座的时候呢，先就是在你的这个舒适的坐垫上呢做一个披露气法，然后心呢就是完全的这个放下来，稍微就是坐一会儿。就是右手的做那个金刚圈，这个右手呢就是压着这个大腿的动着的，就是那种动脉，然后压着那个大腿的根。左手的话呢就是什么三股金刚手印呢，就是压着这个左臂以后的话呢，就是从那个右鼻孔当中呢就是出这个三次气啊，出三次气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心里面呢就是观相啊，就是从无始以来，就是其他一切众生，尤其是诚心为主这个塑造的一切罪业的话呢，就是以那个白色的这种气体的形象呢，就是往外排出，出这个三次气。这的话呢，这个左手呢就是做那个金刚拳，也是压这个大腿的根，然后从右手呢可以说压住这个右臂，从左臂孔当中的出三次勾气，对心里面观想啊，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呢，就是以这贪心为主的所做的一切罪业呢，以红色气体的方式呢，就是全部往外排出，这样呢就是排这个三次气。双速度这个做金刚拳，压在大腿的根，从两鼻孔当中啊，同时呢出这个三次勾气，出三次勾气的时候，心里面也是观想啊，就是自他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以这个痴心为主而塑造的一切罪业呢，以黑色气体的方式呢，就是往外这个排出，就是这样呢，就是排这个三次气。就开始念这个字母啊，还有这个缘起咒啊，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金刚的这种语言呢，就是融入你的这个心啊，获得这种价值。Om Sambara Sambara Bhamana Sarama Zambaba Humpada Soha Om Sambara Sambara Bhamana Sarama Zambaba Humpada Soha Om Sambara SambaraBhamana sarama zambaba hompe de soha. Ah, ah,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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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 je, lol, eh, eh, oh, oh, ah. Kakanga gana, zatan, zatanya, tatan, zatana, tatan, zatana. Baba, baba, maya, la, ah, chaha, saha, cha. Ah, ah,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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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 je, lol, eh, eh, oh, oh, ah. Kakanga gana, zatan, zatanya, tatan, zatana, tatan, zatana.爸爸爸爸妈呀啦啦啊哈哈撒哈恰啊啊哦哦哦热热乐乐一一哦哦啊嘎坎嘎坎啊咋咱咋咱呀咋咱咋咱啊咋咱咋咱啊爸爸爸爸妈呀啦啦啊哈哈撒哈恰嗯耶达玛耶达扎巴巴耶登德克达坦嘎多哈呀安德登克扎哟努罗达耶奥巴德玛哈玛那阿索哈Om ye dama hita trabhava hitan tekhen tathangato Haya ande tekhen chayo naroda Yambadama khyamana asoha Om ye dama hita trabhava hitan tekhen tathangato Haya ande tekhen chayo naroda Yambadama khyamana asoha然后呢，就是为呢，就是利益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让他们获得圆满正等具足的果位，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起来。
在自己的这个前面的这个上面虚空当中啊，就是大概一尺高的地方呢，应该就是个前板这个莲花上面呢，就是这个狮子宝座上，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观想，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就心里面像就是就是十方诸佛菩萨的智慧众体啊，根本上师如意宝，您一定要垂念我，加持我，让我的这个心融入佛法。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就是圆满成果，所有的迷乱分别心呢，就是全部迁出，获得这个无常的证悟。这些境界呢，像上师一样，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相续当中呢，让这个升起来。然后呢，就是以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就是一直这样这个祈祷，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祈祷文呢，一般来讲念21遍，就是你非常强烈的这个信心来合掌，就是。前面就是观想上师，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我们先说在人面前跟我们讲话对接成那边来嘛。你们本座将老所长的公爵多半跑了选举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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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完那一会的话呢，就上师呢就是融入这个光啊，光呢就是融入了自己的这个身体，然后上师的这种智慧和自己的这个心呢，就是变成这个无二无别，然后在这样的这个境界当中呢，就是安住，不跟随这个一切的分别念，也不执着现在的这种心事，也不呢就是迎接就是未来的各种这个一些这个分别的事情呢，就是什么都不执着，就这样的境界当中呢，安住就是。智慧品当中呢，现在讲的这个深入对境悟啊，就是讲这个道理。那么这个呢就深入人无和深入法无啊，就是讲两个无。其中首先我们讲的这个深入人无分两个方面，律所和光所。那首先是这个讲律所，食物肉少存，于物则有则有聚，即无烧粪我水浮甚为举。那下面呢这个承上启下的一个略作，也就是说呢就是如果所谓的我啊，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是稍微这个存在的无论是具身的我还是这个边际的我啊，就是这两种我如果世界上是存在的话呢，那我们这个对这个敌人也好，对这个外面的一切这个威缘呢、啊，
就是参僧控部，参僧为举，这是这个合情合理的、理所当然的。但实际上呢，我们通过这个前面的一些这个观察也可以，或者呢，就是下面就是通过人我和法我的这些智慧来进行剖析、分析的时候呢，真正是人们经常认为是所谓的我是存在呢，其实一种这个妄想，也是一种分别念啊，就是是一种虚伪的。这种这个我呢，在这个地上也好，天上也好，天下也好，在这个世界上是绝对是不可能这个存在的啊，就是所谓的我呢是不存在的。所以说呢，我们就是怕什么啊？就是如果我是存在的话呢，那一定会是这个怕的，因为害怕就是这个我呢，就是受到了一些这个刺伤啊，受到了一些这个痛苦啊。就是等等，就这样，这个心里面就是害怕也可以。但是所谓的我呢，就像是神女的儿子龟毛兔小一模一样的，一点差别都是没有的。那这个他的本体都是不成立的话呢，就是依靠他而产生的畏惧和恐惧感呢，从何而来？就是绝对不可能有。比如说世界上所有的神女儿子从来都是没有降生过的话呢，那今天呢就是神女的儿子特别害怕，特别痛苦啊，然后呢就是她跑到哪里去了，那这种概念也是不可能有的。既然概念都没有的话呢，那这种这个实际的事实的存在呢，也绝对不会有的。所以说，我们这个世界上啊，真的是这个千千万万的这个众生呢，绝对是就是执着为这个我。啊，就是有些呢执着为法，就是有些执着为这个我啊，就是所谓的这个我和法之间的这个差别呢，一般来讲呢，就是我们这个所谓的自己的我是存在的，我的这个什么什么这样的想法呢，就是叫做是这个人我，然后呢，或者说是就是我的这个东西就是对我所方面的执着，或者呢，虽然没有这个我所方面的执着，但是对法的执着，哦，这里是有个瓶子，这里有个柱子，这里呢。就是一座大山等等，就是这样的执着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法的执着。其实呢，这就是我们的一种这个妄想分别啊，就这个一定要搞清楚，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芸芸众生呢，就是成千上万个，可以说熙熙攘攘的这个老寺里面的众生，或者是山里面的修行人的话呢，大多数的这个我执呢没有这个减少，我执没有减少的原因呢，就是。这个带来的这个痛苦也是无量这个无边的，所以说呢，我想是我们那个最这个可怕的就是思想系当中的这个我执啊。如果有了这样的这个我执的话呢，那就是世间的这个对空性方面呢，就是产生这个畏惧也是有可能的啊。就一切无空的话呢，那到时我也是不存在了。然后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大乘的一些佛法，就讲起来的时候呢，也是就是产生这个恐惧，就是这也是这个情有可原的。
因此就是作为一个这个佛教徒啊，就是大家都是应该呢就是始终都是要这个观修，就是这个卧就是摩诃仁波切呢，就是专门有一种这个卧的这个论法，这个修法就是通过这种这个观察或者安住的这个方式来，就是应该就自己的心里面呢，就是要产生什么呢？就是所谓的我呢，就是真绝对是不存在的。但这种不存在呢，并不是说是我们照不到而不存在的，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比如说我们一根针啊，就是掉在这个垃圾堆里面的话呢，只不过是照不到，就是实际上是这个垃圾桶里面是存在的，就是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的这个我呢，就是并不是它是存在我们找不到，就是实际上是它就像是这个这个虚空的这种这个花园一样的，就是绝对是不可能这个存在的东西。不过呢，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就是无量无边的众生呢，认为是我是这个存在的，这就是我们这么多的众生呢，就是由这个现见的。有很多高僧大德呢，就是也已经讲过，就是我们这样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神意当中，或者说实有的我是不存在的，但是虚伪的像如梦如幻一样的这样的明眼当中的我，都是这个依靠这个因果的这种所依就是存在的。但是这个存在呢，就是不能代表真实存在的。我们自己的这个我呢，认为是它是真实存在的就实际上的任何一个凡夫的话呢，可能就是不认为是我的这个我如梦如幻的存在的，就变成怎么样也无所谓，这样是没有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是通过文思一定要知道就是所谓的我的这个存在呢，就是应该虚假的。如果你通达虚假的话呢，以后对自己的执着呢，就是也不会那么这个就是强大，就是不会那么呢就是严重。那光说呢，就是分三个方面，就是首先是第一个分析这个晕就是这个晕呢，主要是身体的角度来讲的，然后这个中的来破人我。他这个宗旨呢，就是我先念一遍这个持法驾废我，无非故己虚就是非言非鼻涕，非浓非黄水，非汁也非汗，非也非干。我非欲内脏，也非食欲尿，如月皮非我，埋其人，热非我，白桥叶夫然，流失皆非我。从这个抉择的方式的话呢，如心轮的有些讲义当中也说了，他这里的这个抉择方式呢，是我所不存在。你看我的头发不存在，我的这个指甲不存在，我的这个什么这个血乳不存在，就是这样的。但实际上呢，就是抉择这个我不存在，因为这个沙迦耶见呢，就是他的这个相和所缘，就是我们先观庄严的时候，就是讲那个所缘和性相。那么所缘是沙迦耶见的对境，对境就是沙迦耶见的对境是什么呢？就是我的这个指甲，我的身体我的头发，就一直这样我所。其实这个我所如果已经抉择的话呢，执着他的这个性相
所有的这种我的执着呢，就是也会一并这个抉择的啊。比如说是那个啊，就是因没有的话呢，就是因所这个因出来的这种障呢，就是也不可能存在，就是它是这个互相关的而这个产生的。因此呢，我们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了解这个我呢，就是不存在，就是这个很重要的。首先，我们就是说这个，牙齿啊，就是牙齿呢，就是一般来讲呢，就是在佛经里面说是32颗牙齿的，当然有些是可能有些老年人只有1颗牙齿，就是，然后有些人呢，就是也可能有多的牙齿，就是也有这样的。然后这个32颗牙齿，还有呢就是突发，就是突发也是有些论点里面就是说是21000根，就是不知道谁说的那个，但有些呢就是可能少一点，有些呢就是可能多一点啊。就是还有那个指甲，就是指甲呢，就是也是我们一般的这个正常人的话呢，就是可能这个20颗是吧？就是20个，然后有些呢可能有多的这个指头的话呢，就是有21个的，有些，所以就是像我们呢，就是分析就是这三样啊，就是牙齿是不是我呢？就是应该就是认为是牙齿是我。但是呢，就是这种是错误的啊。比如说我的牙齿好痛啊，就是我好痛啊，我好痛啊，我为什么痛呢？因为我的牙齿痛，所以我好痛啊，就是我好害怕。为什么？因为拔出我的牙齿呢，就是通过分析以后呢，绝对不是。为什么呢？你牙齿已经这个没有的话呢，就是是不是我这没有呢？就是也不是，就是有些人一颗牙齿都是没有，有些老年人的话呢，牙齿全部都没有，但是我这可重的，就是小小的事情都是开始我的这个事情，我的那个事情，就嘴里面这个就出现一个红色的这个色头，就是，但是呢，就是以这个我这呢，就是特别的这种这个严重，这种也是有的。牙齿多了一个，是不是我是增加的呢？也不是，说明呢，就是牙齿肯定不是我的。然后头发呢，也是不是我。如果头发是我的话呢，那出家人一般剃了光头以后，我这全部都没有了，也不是这样的。然后呢，这个指甲呢，就是也应该不是我指甲。有些人的话呢，就是指甲一直扭着，就是这种指甲呢，就是是不是我呢？就是肯定不是。如果是我的话呢，那指甲就是没有的话呢，就是是不是我这没有？就是也绝对不可能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应该详详细细的观察的话呢，就是自己的这个分别念跟那个这个就是这种这个实际的这个执着呢，就是有点点就是相位。
就是平时我们呢认为是这个身体的这些部分呢全是我和我所，但我不存在的话呢，我所也是不可能存在的。那同样的道理，我们再精细分析，比如说我们这个身上的这个骨架，就是骨架的话呢，一般是这个360个骨节，就是，然后那个人的这个骨节呢360个，但是这些骨节就是骨核没有的话呢，是不是这个我这没有，也不是，就是比如说有些人这个大腿没有，有些人小腿没有，有些人这个关节骨就是切完了的，这些呢就是我这这个造样的这个存在。然后呢就是每一个骨节呢就是是不是有不同的这个我的话呢也不对，我们凡夫人呢就是所谓的我呢就是执着为是一体的。然后那个而实际上呢，就是如果这些是我的话呢，就是它是中毒的。那么中毒和这个一体呢，就是执着是相违的。所以说呢，就是骨核呢，就是也不是我。然后这个血液是不是我呢？血液也不是我。有些人这个身体呢，或者是整个身体的血全部流完了，但是还没有色的，就是这种也是有。因此，这个我们身体的这个血液也不是我。然后我们的眼呐、就是这个唾液啊，就是这些呢，就是也不是我。还有这个鼻涕的话呢，就是是不是呢？就是也肯定不是。如果这个鼻涕是我的话呢，就是这个鼻涕已经出完了以后，我这就没有了，就是很干净了。有些呢，就是哭的时候的话呢，好像那个鼻涕和眼泪全是从鼻子里面出来了。对啊，这种人呢、就是是不是这个眼泪和鼻涕，或者是我这全部都是没有了，就是也不是这样的。然后呢，我们这个身体当中的这个脓啊，就是脓的话呢，一般当地有些那个医学里面说是这个血液已经那个就腐化了，就是或者是糜烂了，就是这样的也变成脓。然后这个脓水也好，就是黄水的话呢，一般都是关节啊或者是这个皮肉之间呢，就是这个血液沉淀的一种这个物质。这些呢，就是人们都很多人认为是我的这个身体啊，就这样认为的。但实际上呢，就是也绝对不是我的。然后这个肥之液肥汗啊，就是身体的这个脂肪啊，脂肪肯定不是我。就如果是脂肪我的话呢，那脂肪比较多的，有些这个大胖人的话，那就是那我这特别大，就是有些瘦的，就是那些人呢一点我这都没有。但实际上呢，也不是这样的，就是有时候一些大胖子呢，就是我这比较少的，就是瘦的呢也认这个，就是说我这比较重的，这种也有。然后所谓的这个汗呢、就是我们这个身上这个出的汗呢，就是也不是我啊，就是然后呢。这个肺啊，就肝脏等等啊，就是这样呢啊，就现在也有些比较发达吧，就是我们这个肝脏有些这个做手术移植完了以后呢，就是他的卧室呢就是也没有这个移植。然后肺的话呢，就是也是就是切了一片，或者说是这个肺呢，就是通过这个做这个手术啊，在这个时候呢，自己认为是我，但实际上的话呢，所谓的这个肺呢，就是我也不和你的。如果是肺是我的话呢，我们平时做的这个肺呀、就是这个左耳右散的，就是这样的这种中毒的部分的话呢，其实我这呢就是执着也是不想
不复活的，那就不复活的。还有呢，我们这个除了上面所讲的以外的，就是其他的这个内脏就是像那个胃啊，或者是这个大肠、这个小肠啊，就是以及这个身体里面的其他的这种这个这个什么这个六脏五腑的话，那就是也不是就也不是我。然后自己的这种就是不净物啊，就是是大便、小便呢，就是这些呢也绝对不会，就是因为这个呢，就是很多人也不会，就是执着为是我吧。然后，有什么笑的？还有这个自己的这种这个身体的肉就是不管是筋肉、瘦肉，就是肉啊，然后这个皮肤就是皮肤是不是我？就是很多人都是现在有些年轻人呢，就是真的是好像认为这个皮肤都是我，就是就特别的这种这个关心，就是对这个解脱也不关心，就是然后呢，对这个。这个利益众生呢也不关心，就是整天都是关心自己皮肤，就是在外面就是很多人呢就是经常有这种这个现象的，但这些呢就是绝对不是我。所以这以上就是刚才我们从那个头发、指甲不是我，一直到就是我们这个皮肤不是我，就这以上的这个道理呢，就是全部是抉择。所谓的我呢，就是在四大里面的这个土大，就是地大，就地大不是我，就是我们这个通过六界来观察的时候呢，就是有地水火风共事，总共有六界，其中我们这一上呢，全是有坚硬的性质，坚硬的这种这个本质，因此呢，通过这个地大的观察，整个身体里面呢，就是有很多，当然里面可能是有些脓啊，就是还有一些液体，就是也有一些，就是但这些呢，就是属于最大里面，就是水。然后这个气啊，就是我们这个呼吸啊，就是这些气的话，那就是也不是我。然后身体的这个热度、热量呢，也不是我啊。就这些呢，就刚才这个气呢，就是它这里慢是好像单位里面不明显，就是应该是可能翻译的时候是这样的还是什么？还有这个这个就气呢，就是指的是风大不是我，热呢就是火大不是我啊，就是这个火大不是我。白窍也浮然，就是这个是虚空啊，就是不管是这个耳朵里面的虚空也好，鼻子里面的这个虚空，眼睛里面的这个虚空，嘴巴里面的这个虚空，就是凡是那个所有的这个空里面的虚空呢，就是也不是我啊，就是不是我。然后再加上六识啊，就六识眼耳鼻舌身识，就是身体，就是然后意识，就是总共有六种，是眼识、耳识、鼻识等等，就是这六识呢不是我。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也就是说识界，就是就是意识界。这样以后的话呢，我们这一段的这个文字呢，可以从两方面来这个说，就是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个。整个这个所谓的我，或者说是佛啊，就是我们这个佛教里面是佛、菩提、迦罗、我是一个名词。那么这种这个我呢，就是地水火风，然后虚空和意识这六种这个界啊，就这六种之间呢，就是绝对不可能是这个我。就是通过这种这个观察方法呢，就是也非常这个合理的。因为这个无云呢，就是不是我，而四大这个界和也不是我，所以我们这样的这个观察方法呢。
有什么样的这个作用呢？其实这个意义是非常大的。佛陀在那个大年初期呢，在这个经当中呢，就是也讲了一些比喻，就是第一个比喻呢，就是说以前有一个这个屠夫啊，就是他呢，就是把这个牦这个牛这个杀了，就是杀了以后呢，在街上卖。街上卖的时候呢，就是他就不会有这个卖那个这个卖这个牦牛的这种这个念头，就是他有卖这个牛的卖这个肉的这种念头，他这个时候呢不会，不会这个就像这个肉这个牦牛，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这个身体切成一块一块，就是这样完了以后的话呢，原来的这个牛的这种呢就是没有的。然后还有呢，比如说一个粮食口袋，就是里面呢就是有很多什么芝麻啊、青稞啊、麦子啊等很多粮食，然后他一打开的时候呢，就是他没有一代的这种年头，就是他有众多年世的这种念头，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呢，就是通过六界啊来这个观察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这个人的总体的这个人我的执着呢，就是可以消除。如果总体的人我的执着没有的话呢，那就是分别的这种执着呢，就是不会生贪嗔痴，就是产生烦恼。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以前呢，我们一直认为就是这样的这个无蕴驾鹤啊。就是不管是自己的百川也好，就是自己的意识也好，凡是无因的这样的这个聚合的话呢，认为是我，认为是我，就这样的。然后我们他现在通过这样的观察以后，分开以后的话呢，我哪里都没有，这里也没有，哪里也没有。现在这个时候呢，我只知道说这个是运，就是这个是我的手，这个是我的这个脚，就是这样的。然后这个时候所谓的这个我呢，就是不会有，就是执着，就是这个问题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婆媳没有婆媳的时候呢，有总体的执着的我，然后一剖析完了以后呢，你看没有这个切成一块一块的话呢，它原来都觉得是牛，就是，但现在呢，就是就变成肉了，就是它不会有牛的这种。那原来呢，认为是我，现在呢，就是不会这样的啊，我的这个，就是那个时候呢，就是它哦，这个是指甲，这个是头发，就是，那这个头发呢，就是绝对不是我，所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观察这个人我呢，就是确实是这个有很大的这个力啊，就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在那个学习那个就是其他这个中观的时候呢，就是当然中观的窍诀当中呢，抉择的方式都是不同的。比如说佛经里面呢，就是通过这个思想推理，就是思想推理来，就是讲这个人我是不存在的，就是舍非为我，舍非为我不具舍啊，就舍非为我，我不具舍，舍不具我，我无有舍。就是意思就是说舍呢，就我们这个现在的所谓的舍法呢，就是不是我，我呢就是不具足这个舍法，而舍法呢就是不具足我，然后那个我呢没有这个舍法，就是通过这样的这种思想的这种方式啊，就是来这个抉择的，就是这种方式呢，就是比较这个多的，就这是一种这个观察方式。然后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通过六界的这种观察方式的话呢，当然就是最速成的这些教研的话呢，就是龙母菩萨的这个中观宝满论呢。就中观宝满论当中呢，是讲的这个非常非常的这个殊胜，就是是复非底髓，非火风虚空，非是非一切，此为是为何是吧？
那么就是所谓的这个世间的我和这个师父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地水火风虚空意识全部都不是，除了这个以外其他的一切也不是。那这样的话呢，所谓的这个师父啊，所谓的这种我啊，在哪里啊？在这个如中论当中的话呢，就是也是用这个比喻的方式啊，就是什么如彻不虚意之分，也非不以非有之。非有之，它出现呢，就是像车一样，就是不虚呢，就是这个车和车的这种之分呢，是这个一体的，然后呢，也不是这个他体的，也不是呢，就是它具有这个之分呢、啊，就是不是具有之分的，不以之分以非以之为以寄居乎非心吧，就是大概有啊、就这样的一种这个寄送，就是意思呢，就是它的这个车和它的这个之分呢，就是也不是这个能以这个所。互相呢，能以所以，也不是唯一的形状和唯一的这种寄居，就是通过七种的比喻方式来，然后呢，就是觉得我们这个人和所谓的这个欲呢，也不是一体，也不是他地，也不是呢，就是这个人就是依靠这个运，运呢依靠这个人，然后人呢就是具足运，然后这个形状和还有这个寄居呢，也不是这个人。这样的这个观察方法真的已经这个渗入到就是在内心的时候呢，从我们这个文字上呢，就是完全的会这个明白的啊，就是文字上呢，就是然后文字上理解以后的话呢，就是最后把它所里面所讲到的这种这个意义呢，就是逐渐会这个了解。Om Bandhangara Banasadardha